气管因为断掉了。有断啊？对，因为这边有一点凹陷下去，只是现在只剩下肌肉包覆住而已。这样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困难？吞咽困难或者什么的？还好。那就叫不出声了。还是可以。还是可以叫。因为它的那个食道是在后面。嗯。啊，气管在前面嘛。嗯。那声带是在前面一点点。嗯。以后脖子那边是不是像大哥哥那样紧紧的？嗯。